第二集公仔躲猫猫，现在玩我来抢这个很可爱的小女生。先来一个简单集，我难度呢会慢慢增加，因为每张照片都会有我。第二个呢，中等，中等难。第三个通常都是天神级，天神级的。有吗？这样拍到他吗？有。接下来呢，准备要来猜题。玩具躲猫猫第二集，有甜甜出题。我要找的是这个公仔，黄色衣服的小女孩。第一题啊，哦，我想说在哪里？这里。答对了。第二题，在这里，在手旁边，手腕旁边。答对了，在手腕旁边。第三题，天神等级的，好。哇，是在衣服里面吗？这个吗？答对了。你们真有创意，藏在人的身上，我觉得蛮明显的，好酷。这就是我们的公仔躲猫猫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在下面留言，天天藏得真棒。我们就请拍下一集哦，然后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，那是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